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爱好好听，要教你利用幸福甜甜圈来表演杯子舞。那什么是杯子舞呢？现在就我来示范一次。这就是完整的示范。在生活中，只要有杯子，或是塑胶杯，或是罐子呢，这些都可以用来打杯子舞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完整的来示范这个杯子舞的教学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分解这个杯子舞。那我把它分成两部分，首先上半部有一个口诀叫做拍拍打一打，拍拿放。好，那我搭配动作来示范一次，拍拍打一打，拍拿放，这是上半部。那下半部稍微有难一点点，那我也有口诀，叫做拍换手敲换手放，就是拍一下。那我们的右手，我们这样拿杯子，原本这样的我们变成这样拿，拿起来之后就顺势的过来。那用右手去敲你左手的掌心，敲一下，然后顺势带下来敲桌子，然后左手呢再这样拿起来，然后右手拍一下桌子，然后左手再这样放下来。这也比较困难，所以我搭配一个一个字示范看看。来哦，拍换手敲换手放，拍换手敲换手放，这样 OK 了吗？那我把前半段跟后半段一起来示范一次，拍拍打一打，拍拿放，拍换手敲换手放。这是完整的示范，只要你学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搭配我们的音乐一起来打这个杯子舞咯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还没学会没关系，你可以看这影片看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，随便你看，保证你就可以学会。之后你就可以找你的家人、好朋友，只要你所有认识的人都把他们叫来来玩这个杯子舞。记得把你的影片留言在 FB 底下，大哥哥，会送你一个爱心。爱好听，爱好听，爱真的很好听，陪你听见爱的声音。